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九章：霹雳手段。建楼城门打开片刻，不速之客们来到小教场中，众人目光齐齐聚在来人身上，惊讶的鸦雀无声。除了那个清瘦矍铄的老人和一个须发灰白的中年人，另外两人竟匪夷所思：一个一身布衣、头束白巾的俊秀青年。 另一个则是眼珠子咕噜噜转的顽皮少年，如此老少一帮，能袭击墨家剑士？老人拱手道：“吾等不速之客，只为明事而来，请秦谷子继续。”秦谷离大袖一挥，方阵就坐，白里子请入座。 方阵落座，小教场顿时回复肃然秩序。白里子坐在秦孝公外侧六尺处，其余三人肃然站立。秦谷离拱手道：“白里子，玄奇在此，你。”白里老人打断道：“公事不论私情，秦谷子尽管行事。”老人连玄奇看也不看。 秦古离一招手，邓玲子豁然起身，直指四人：“尔等声言袭击了墨家，请问列位乃何方高人？如何与暴君勾结，陷我墨家于不义？从实供认。”百里老人眉头微皱，安如泰山般坐着，仿佛没有听见邓玲子尖锐的声音。倒是须发灰白的中年人站起。 拱手环视场中道：“在下侯赢，乃魏国白氏门下总管。这位是白圭大人的女公子白雪，这位小哥是公子女仆梅姑。岳阳火攻袭击墨家，乃我白门所为，与他人无关。”听后，全场无不惊讶。魏国白门坐商兼政。 非但商家势力遍及列国，就是在各国官场也多有故旧，影响力极大。通晓天下的墨家子弟，谁人不知？然则众人惊讶处尚不在此，而在这白门势力与墨家学派风马牛不相及，却为何与墨家为敌？一时间，全场惊愕默然。来者正是百里老人与白雪、侯莹、梅姑四人。 那日晚上，侯莹从左庶长府匆匆离去，对白雪转述了未央的一番话。白雪深为震撼，大悔自己律事不周，见事不透。三人在山洞秘密记忆，白雪决意弥补过失。三人反复商讨，谋划出了一个周密方略。天亮后，三匹快马直奔安邑，经打探得知百里老人在齐国，又快马驰骋三日，赶到临淄。 在稷下学宫找到百里老人后，一说秦公与未央面临的危机，老人感慨万端，立即与白雪三人上马启程，赶赴神农大山。一路之上，百里老人详细讲述了墨家的诸种规矩与应对办法，又对白雪侯赢的应对方略提出了许多补正。几经锤炼，进山时四人已经是胸有成竹了。 场中静默之际，老练稳健的秦古离冷冷开口：“请问白门公子，白氏经商，墨家治学，井和无犯？白氏何以对墨家有如此仇恨？”白雪拱手一礼，微笑道：“利害冲突，岂能井和无犯？秦国与魏国相邻。” 秦国商市乃我白门商家之最佳区域。从魏文侯至今，我白门在秦国经商已有三代，然均无起色。其中根本是秦国贫穷，庶民购买之力太弱，以致白门无以伸展。及至秦国变法，利农除籍，井田废除，土地私有，民德买卖，加之积赏军功，惩治皮惰。 举国一片生机勃勃，秦国无论官属庶民，财货需求大涨，手头买力骤增。当此之时，乃我商家谋利之千古良机也。奈何墨家不知世情，不明潮流，竟视变法为暴政，视变法未央为权臣酷吏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试想，未央一死，秦国旧制复辟。 商势必得萎缩，财货必得大跌，我白门辛苦等候百年之良机又将失去。当此之际，秦子若我，又当如何？一番话娓娓道来，大出墨家预料。墨家明于治学，精于公理，通于兵戎，勇于救世，唯独对商家蔑视有加，对商势不屑一顾，对商情一无所知。 举凡行止，墨家皆以大道为准绳，何曾想到过商人这一块？如今竟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商政世家横空飞来，大谈商机谋利之道，而且以此为利害冲突之根本，如何不叫正气凛然的墨家一头雾水？公然否认这种利害吗？大为不妥。战国之事，大商家已经是纵横天下的实力派人物。 整个商人的地位已经不像春秋时期那样卑贱，天下著名学派即或心存蔑视，也已经不再刻薄地咒骂商人。墨家作为震慑天下邪恶的显学名门，岂能在公开论战的场合否认一个举世皆知的大商家的利益所在？秦古离纵横天下，十余年前已经是公认的诸子人物，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微妙与尴尬？ 所以一时间竟不能立即接话。邓玲子身为被袭击的当事人，心念只在细节之间。见秦谷离愣怔，厉声喝道：“休得逞商人技巧！一个商人，何来数十名一流剑士包围墨家？从实供认，你是何门鹰犬，受何人指派？”白雪冷笑：“敢问足下？” 墨家乃一个学派，何来数百名剑士？当今战国之世，举凡豪族名家门客剑士数百上千者，不知几多。邓灵子身为墨家四大支柱，难道一叶障目如此闭塞？据实而论，我白门多有生意，商旅迢迢，山高水远，岂能没有一流剑士数百名？既有剑士，何不堂堂正正较量？ 何故纵火铁方嫁祸墨家？我白门不想与墨家杀人为仇，只想将墨家赶出岳阳，故而不得已为之。至于纵火铁方给秦国带来损失，白门自当谢罪赔偿，与尔墨家却无干系。白雪气定神闲，说的邓玲子面红气喘，无言以对。 秦古离心知不能在这件事上再纠缠下去，岔开话题问：“请问白离子，何时与商家结缘？到此何干？”白里老人笑答：“秦谷子何出此言？老夫半生云游，深受你师兼爱牵累，逢人皆是有也。没有老夫，他等如何进得这神农大山？” 另有一则，我师闻得墨家受阻，特捎书于我，转交你师，共悉一意。说着，从怀中摸出一个竹筒，递过。秦古离见是鬼谷子物件，连忙拱手作礼，接过。如此谢过百里子，秦古离当亲自交于老师。随即肃然正容道：“诸位既来。” 都是我墨家贵客，请参与墨家论证。方才插题，结果不论，继续正题之争。主辩席一人站起，敦厚威猛，冷冷发问：“赢渠良，苦货问你，何谓暴政？”这个苦货即是陈仓道活擒秦,秦孝公未遂的主将。 又是在岳阳秘密查询秦国暴政的主持者，语气显得信心十足。秦孝公，政之为暴，残苛庶民，滥施刑杀，横征暴敛也。好，渭水决行一次，杀人七百余，渭水为之血红三日，可算滥施刑杀。秦孝公慨然道。 乱世求治，不动刑杀，虽圣贤不能做到。事之症结在于杀了何种人，如何杀之。秦人起于西垂，汉勇不知法度，私斗成席，游侠成风，疲民横行乡里，良民躬耕不宁。折逢下灌，举足械斗，死伤遍野，渠路皆毁，大损耕作。当此之时。 不杀械斗之主谋、凶犯及游侠、平民，何能平息民愤、安定秦国？墨家淡之绝刑七百余，可知果入仇杀械斗者何止千万。其二，渭水绝刑乃依法行杀，法令颁布于前，平民犯法于后，明知故犯，挑衅国法，岂能不按律绝刑？ 墨家作为一个学派，尚有私刑加于弟子；秦国乃一国家，何能没有法令行杀？相闻墨家行事周严，可否举出不当杀之人？听赢渠良竟对墨家门规称之为私刑，墨家弟子均怒目相向，苦惑更是嘴角抽搐，但他毕竟大有定力。 明知玄奇在押，荆南苦役都在目前。若纠缠此话题，只怕这位暴君求之不得。于是愤然反劫。如何没有？明示赵抗杀之何罪？”说：“赵抗何罪？”方振一声怒吼。白雪侯莹大皱眉头，百里老人淡淡一笑：“赵抗。” 乃秦国本土名士，我本寄予厚望，唯以秦国第一县令，谁知他懦弱渎职，逃避治民职责，致使眉县大乱，波及国中。不杀赵抗，吏志何在？莫非名士做官便可逃行？亦或墨家也和儒家一样，认为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吗？赢渠梁何其狡辩！ 招康反对者，乃未央之害民田制。秦国自行变法，肆意毁田，逼民拆迁，致使万民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可是实情？秦孝公揶揄笑道：“害民田制，未央新法废除井田，开阡陌封疆，乃千古大变，虽理亏吴起，不能及也。” 墨家却将开阡陌封疆说成肆意毁田，将取地散居说成逼民拆迁，将迁居新村说成流离失所，将万民拥戴的新田制竟然说成害民田制，何其荒诞不经也！足下既曾入秦，何以只在岳阳清亭掠水，而不到秦国山野倾听农夫如何说法？ 魏荣苦货再开口。向礼勤站起来，高声接过话头。赢渠梁，未央新法要焚毁民间诗书典籍，当作何说？向礼勤稳健细腻，他感到在大政主题上已经很难驳倒赢渠梁，和秦谷离低声商议，突然改变策略。秦孝公微微一惊。 墨家如何知晓第二批法令？他不及多想，便道：“此乃尚未颁行之法令，不当属墨家论证之列。”向立琴冷笑：“正因其尚未颁行，墨家才需防患于未然。墨家论证非但论继承事实，且要论为政走势。未颁法令正是未央暴政之要害，如何不论？” 莫非要等到未央焚烧史书、毁灭典籍、坑杀文明、继承事实之日，墨家再来管吗？秦古离接道：“治国原非一道，姑且不论。然无论何道，皆应敬重累世文明。今未央变法，竟要毁灭文明，此乃旷古未闻之举。虽桀纣亦不敢为也。虽不杀人。” 危害更烈，实乃愚昧天下之狼子野心也。他第一次正面开口，严厉冷静，立论坚实。墨家子弟为之一振，全场逼视秦孝公，看他如何作答。秦孝公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墨家策略的转变与即将面临的挑战。收缴焚烧民间藏书的法令，未央早已经和他议定。 要到秦国大势稳定时再颁布推行。此前要郡县文吏与民间读书士子们事先渗透沟通，方可不生动荡。今日墨家却要在这里将这道法令当作旷古暴行公然争辩，这等于将一道需要酝酿疏导而后方能颁布的法令硬生生大白于天下。 秦孝公对墨家这种强横霸道感到愤慨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墨家以文明未道士自居，全然不通为政之道。赢渠梁夫妇何言？”项丽琴冷笑道：“赢渠梁未免狂妄过甚，而为国君，若能诛灭未央，废除焚书法令，尚可救药；否则，墨家将呼吁天下共讨秦国。” 此言一出，全场气氛骤然紧张。白雪热血上涌，就要挺身理论。百里老人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袖，白雪方才醒悟，忍住。足下要我杀掉未央？秦孝公哈哈大笑：“此乃拯救文明、洗刷秦宫之唯一途径。”秦孝公笑容收敛，慨然一叹。 列位，赢渠梁进山，本为崇敬墨家论证求真之精神而来，不易，赢渠梁今日看到者，竟是徒有其表、以势压人的天下学霸暴君！大胆！全场怒喝，雷鸣一般打断了秦孝公。秦谷离面色一沉：“何谓徒有其表？” 何谓以势压人？秦孝公心知决战时刻来临，豪气顿生，决然一吐为快。昨日在城堡之外，赢渠梁有幸聆听了墨家的忧患歌，令人为之下泪。多少年来，我秦国庶民正是寒者不得衣，饥者不得食，乱者不得治。 老者不得息，官寡无所依，道边人悲啼。唯其如此，秦国才需要变法改制，富民强国。如今，秦国厉行变法，举国振作，农人力耕，百工勤奋，商事通达，贫寒稍减。变法已经初见成效，如此大功，舍未央其谁？ 未央一介书生，身怀救国救民之壮志，走遍秦国山野，昼夜操劳不息，急心无二虑，尽公不顾私，方有今日秦国之气象。此等才具，此等胸襟，此等大善，此等大义，相比于墨家，口头高喊兼爱，胸中实无一策之迂阔，何异于天差地别？墨家自命救世。 却只着力于斡旋上层，扬汤止沸；实则隐居深山，远离庶民，于国于民何曾有温饱之助？反之，却对未央这等真正救世之才横加指责，肆意歪曲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如此偏执，如此狭隘，如此名实相违，岂非徒有其表也？ 《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》第九章“霹雳手段”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